今天也是让小吴看上电影了，今天也是让小吴喝上奶茶了，怎么样，好看吗？嗯，挺好看的。那接下来的几天，小吴应该怎么做嘞？嗯，应该啊。老公是不是想去打游戏就去打游戏，老婆就不管了呢？那个游戏过去吧。嗯，不一样，游戏只是过眼云烟。而咱们能不能努点力？努力能不能成为大网红？那么想成为大网红啊？能不能像葛优一样？你还被激励到了？我到底什么时候能红到可以去演电影？哎，我这演技还是需要打磨一下。没事，回头你扔陈可辛那里去。谁？陈可辛呀、啊。导演，嗯，怎么样？不行啊，那好吧，那行。